年纪大了，要写一个东西，有时候，要就会脑子就想不起来。我曾经有时这个在一个地方会好，拿到一个纸笔拿起来的，不知道写什么好，不知道写怎么写。这个旁边还有学生稍微提醒一下，只要提一个字，就想起来一些东西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唐人的一个王之涣的一首《虹桥夜泊》，啊，他是写姑苏的那个城，姑苏城外的他有一桥，那个桥现在也不叫虹桥，啊，这个写过多少次，但是还是要要记下来，这才能够写下来。因为年纪太大了，有时候到这里记不得那么多东西。这一句内容是什么？夜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云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这个歌，这个字还是可以来唱歌的。夜。